你这只大公鸡，这会往哪儿跑？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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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！你这淘气的小孩，把我大公鸡放开！不要不要，我好不容易抓住它的，我要和它玩，我要和它玩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家大公鸡可愿意逗人呢。啊，那我不和它玩了，大公鸡你走吧。哎呦，大公鸡赶快走，咱可不能让它抓住。嘟嘟，我请你喝娃哈哈，娃哈哈，太好了！你慢慢喝，我走喽。哇，乔治请我喝，下次我也要请乔。佩奇，你怎么能吃我的口红？口红不能吃。妈妈，这不是口红，这是口红糖，非常好吃。乔治，你怎么能抽烟呢？小孩子是不能抽烟的。妈妈，这不是烟，这是烟糖。乔治爸爸，你怎么能吃孩子的奶嘴呀？你丢不丢人啊？这不是奶嘴，这是乔治给我的糖，我都说不吃，他非要给我吃。哦，这都是谁的车呀？对，这是狗狗汪汪队的车。天天上车喽，阿奇上车喽，小丽上车喽，鹿马上车喽，毛毛上车喽，狗狗汪汪队准备出发。我感觉哪里不对呢？小朋友们，他们的车上对。奥特曼、贝利亚，你们两个不是都想当我佩奇的哥哥吗？那今天你们就来一场机器骑的比赛吧。我佩奇最喜欢吃梨和西瓜了，贝利亚，你来找另一个梨，奥特曼，你来找另一个西瓜，谁能找到，我就让谁当我的哥哥。好好好，我贝利亚先来找，哈哈，我一定要当佩奇的哥哥，这样我就可以带他去做坏事了，我还要让他给我洗衣服、刷马桶，想想都开心。我现在就来找梨了，梨梨在哪里呢？诶，在这里。啊，怎么找到一个樱桃呀？太好了，贝利亚没有找到，现在该我奥特曼找了，我一定要把西瓜找到，因为我好想当佩奇的哥哥呀。等我当了他的哥哥，我要给他买好多好多的新衣服，带他去做更多更多的好事。哼，奥特曼，我都没有找到，你也不可能找到的。哈哈，贝利亚，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，我知道在哪里，西瓜西瓜在这里。哦，太好了，奥特曼可以当我的哥哥了。哼，气死我了。妞妞，我们今天做一个小雪糕，这有一个模具，放上一块彩泥，放上一个冰糕棍，在这边放上一块彩泥，然后把它盖住。哎，好，我们现在把模具打开，打开，哇，一块小雪糕做成啦，漂亮不漂亮？开始上车喽！哎呦，哎呦，天天，你上错车了，这是我的，对不起，灰灰，还给你。小丽，你上错车喽，快还给我。对不起，天天，没关系。阿奇，你也上错车喽。哈哈哈，真对不起，小丽，还给你，没事儿。毛毛，还给我的车，这个不是我的车吗？哦，还给你，阿奇。嗯，那我的车，我的车哪儿去了？哦，蹦水坑了！哎呀，这里真舒服，我在这里泡一泡。叮咚，大家好，我是奥特曼，专门打怪兽。嗯，小怪兽哪里跑？奥特曼，我不是怪兽。哎呀，我脸的湿弄太脏了，我洗一洗。我是乔治，乔治，你在里面泡着水干什么？赶紧出来！我最喜欢蹦泥坑了，可好玩了！你也下来跟我一起玩吧！我才不要和你玩，往你身上扬点沙子，看你下不下来！小娃娃，弄得我满身都是沙子。哎，那我也进里踢蹦一蹦吧，哈哈，真好玩。